其实不是古道的，表示天母水管路这个其实不是古道，古道是另外一条，还有台风习惯这样子讲，古道是另外一条，那个阳峰古道啊，阳峰古道只是城乡的那条很好走，很少人走啦、啊。阳峰古道上好行还是那个林古道，他、啊、这个放就很累哦，对，不要唱。你刚刚已经走上来了？没有了，我从那边跨，跨山、嗯。所以你刚刚走上面，这样吗？嗯，这个，这段就跟沙拉山有关系，沙拉山的关系。没有，如果说我们要打折的话，哦，哎，这样就是，如果你下你去的话，你是没有打折的，家人不打折，是夫妻，对，不然的话你要小心，尤其读书会盘在上面，哎，那个另外那一条。有一条那个什么狗阴晴步道，金河军进入就有人拍到一坨青竹石，然后这边就到这边就两个铁来把它给堵起来。它、啊、这个我在小鱼看，我就往放，放的话这个里面它、啊、这个有一个那个蓝色涌泉啊，蓝色的哦。参加那个跟旅游社报名，你爱元山那个，你要不要去看？嗯，元山那个，那个有两个那个，有两个逃生道，还有地道，两条啦，可是好像他只会带你走其中一条，一条路。你要去吗？要去。在那个，好、哦，看看有没有时间就一起去。涌泉这个比较，你这个比较特殊，对的。度假景点，自由管制。这边一个源头啦、啊，它有什么过滤吗？好像不是在这边过滤。有两个，对，有两个源头，其中一个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在山里，所以那个比较难，比较少人进去啊。
或者台湾山或者台湾山这够久了，然后我到一次南非大石馆那条我没走过，工地来建坛山以后，啊，应该来走这边啊。可是这个没有那个上上下下啊、哦。没有那个。有啊，你就走下去啊，走到天母去搭车回去啊。这样知道吗？对，绕一圈，然后要走，至少要两个小时。所以我跟他循环，不然我就从下面这样子到大欧湖，至少两小时啦。因为太对北怕天爬上，那个一路都是上坡啦。所以它最下面是整个天母的顶上面是什么？哦，终点。终点走下去，还离一段路。天气太冷，没有看到我。我最近都没有爬山，都我妈在家，她说带她去爬山，我不走。哎，不能，她不能爬山。人家膝盖，不然你还带他到二十公里，因为你情况，哦，公车坐那么远，你有车就可以了，那是你有没有车。啊，对，这条嘛平啊。可是你要有车啊，车到下面那个到还是。对，都有一小段那个。这
一小段而已的。啊，无你就爱去行水沟路啊，水沟路几条唔行啊？啊，危险的。不会啊，整条都平平的，好点。永州老人家啦，你爸是基督教的牧师嘛？那你妈，她算是……我这两天你好像说她是道教的。没有啊，一样基督教，一样基督教。好，她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不一样。然后爸爸是基督教，妈妈是道教，然后他叔叔是单一。小国差各州各国各州啊，对啊。你那个基督教是不是他们这个教会参加这个教会？如果你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换教会啊，还要换教会，对啊，就换教会啊。啊，所以你们都会有什么十一奉献那种？不啊，这奉献是每次礼拜都有啊。薪水十分之一交给教会？没有啦，奉献是看个人自由的。我知道那个做礼拜那个有奉献，有那个。加了，加。你要看跨的要最高哦。嗯，那个现在很热门啊。那条那个？那不是有一条那个吗？好像马路那个。哎，没有，就是一条水沟，有人在走那个，那条很热门啊。哦。哎。那条很好走，但只有走到最后要爬两段而已。是从刚刚那条走下去吗？就我骑车那个吉西，他跟我说管制区有通，整条就这样走过去。哦。哎，那是因为管制区封起啊。那为什么要管制？自来水那个啊。很好。哎，汽车有没有管制？啊。走到接这条，要至少要半小时。还是还好，那这个都遮住就哪里？你以前可以这样爬山吗？以前不会啊，我只是为了拍不到而已。就是当完兵回来以后才这样。我是最近啊，最近我朋友给我一台那个，是那时候才开始跟拜步，走不到啊。是啊，拜后我都直接到走，你这样子走，你我都连这个行都不行。对，我看你当时当兵的时候，好像不太喜欢运动。那是好带啦，那个在家门口都练跳。我知啊，我就是那时候买啊，然后后来都没有用到，然后我又买捷安特那么小只，不会拿来送你吗？有啊，炸雷那个也要买。不久呢，还没有那个找到你。对啊，那时候我还在林口嘛，老祖林口。
你说要骑远路，要骑公路车啦。那时候很多人就开始骗脚踏车，那时候就是。哦，一直那哦。然后后来就没有了，没有很多人把公路拿回家，或者是拿回家。如果要骑是平滑公路车，它扛它挺伤的。你如果标准公路车骑，那你哭了，你会很难过。我没有买公路车，太贵了。只要大概买到1万块左右，对，1万块的平那个路那个什么，最不是那个那就是那种平把的，平把公路车买上去了。你要买那个入门的那个？我跟你讲，公路车入门是3万块。你知道那个超贵的，我跑去那很多人买。你会夹脚，他紧张。你如果去买那个什么 Burpee， 你骑登山车，你会跟骑公路车，你会觉得我公路车踩一下就跑，因为它那个。轮子很细，然后跟铁轮子不一样，啊，车又比较轻，很快啊，哎，所以骑很多，哎，要骑那个比较，骑登山车那个一般都是，我那台就登山车啊，登山车，然后装一般的那个轮胎啊，你看巧克力胎，脚也在跳。太难了，两猴子都跑去啃。那我们就得下走到最后。那个我还想去那个瀑布，在那个我要骑车过去那个阿里藏。阿里棒，下次我去找他。是啊，阳明山的。对。这个 AI 再进，让他们往下面。那个要开车去接，就从那个开车到金山那边。这个卡，这离那个很远。都不是蜈蚣啦，都没有什么怪虫，不是蜈蚣啦，蜈蚣脚那又是蛇，要它惊死的。叫虫，那叫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那个触手有没有那个，不要摸了。你会开比光？星期骑摩托车才遇到蛇，那错骑，那路里卖的，那就紧张了，跟象鬼，不然就给他压下去。那离他是他危险吗？那开车追他，小鬼会很恐怖啊。哦，象鬼跟鸟啊。对啊，你是怕撞死他，就。心里就会有一层肚子一好我走啊，这样不要把被他搞回来。好像那种小动物看到也不会闪，呆呆的。对啊。大学到回去了，我都知道。
们明明速度也很快。山东几乎没怎么停等公车啊，我就几乎一路上降起来了，到了然后就车子就到了，然后我就坐上。我到那个啦，我到那个市里边上那里，现在最后一站建坛还差还要到市区。我到建坛的时候他已经开了，我到市里的时候他还到市里边。所以我大部分时候也不想要从建坛坐，建坛坐他还要到那个底下来转路。他比方说红绿灯啊。一种情况还有有一颗那个灯光可以拍。不真啊。餐厅啦。奇怪，没看到。就是那个一般的私人的。对啊，餐厅啊，这里。哦，奇怪，一般的。人头一个，然后讲那个食堂，已经快要终结了。漏掉的那个树，就是不一样。餐厅啊，上面应该也有一般的路。马路啊。马路。没转出来。会不会刚锯掉那个？我锯掉那个最上面。因为那主要中间没有树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那时候它头子中间有一棵，就是终点的啦。这边的终点，所以叫。我们是从哪里走？